OK，我们现在模特，我们在第二课，在第一课的你们这种，你们有没有反应更好？反正现在是我们自己第二课，那我们再一起重复，从第一课我们开始开始说。第一课呢，有教导什么呢？就是讲一些基本的发音。OK，我们是讲有多少是那个这个叫华文叫母音呢？有多少母音呢？有多少个呢？八个，哦，对，八个哈。OK，来一起念哦。啊啊，一一，一一，五五，五，诶五，哦，对。长音是什么呢？啊，一，五，五诶，哦，诶，诶哦，哦，哦。对，短音呢？啊，一，啊，对，短音是啊，一，五，长音呢？啊，一，五。哦，像这个是喉咙的声音是多少个？喉咙的声音，喉音有多少个？五个，OK，一起念，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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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还是啊，都可以哈。这个口盖音，车，车。啊，有，可以啊，你呀，对，OK，这个你的舌头要翘起来，第一点是舌头要翘起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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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牙龈就是用牙齿那个舌头中的牙齿，哈，哈，那。唇音是用嘴巴，哈，哈，啊，哈，这样好，剩下的两面，呀，啦，啦，哇，沙，哈，啦，这个两面，而且我们讲，读音，加这个 b，哦，读音 b 加起来就是读音 b，哦，这个声加这个 go 加起来就是声 go，啊，OK，所以这种平常我们叫发音叫你在去打，都是没有地方，现在就叫鼻音了，哦，是这个重复的，因为有一些新来的哦。那我们念这些，我们已经念过，现在因为我们就念，不当之间，咱们那么不揭之秘，三间，咱纲们不不揭揭秘。，OK，那我们念，那那么三藏萨玛嘎瓦多。阿拉哈哈多多，萨玛三不三菩萨。这边要念三不，三不三萨，一三不，不大，啊三不萨，大大，OK，OK，三不萨，所以你看文章不，看到吗？三个不一样，不，这个转呢，不。不，对，这个是念不，比较声音更响，不，对，我叫我们念这个，OK，
这个 N 点，记得 N 点哦，下面一点是什么？这个是反舌音，舌头要翘起来哈。对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来一起念。Buddham Saranam Gacchami。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Okay. Dutiyampi. Dutiyampi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这个我们学过了哈，叫我们再念这个礼敬佛，阿拉汉，记得那个鼻音吗？阿拉汉，阿拉汉，萨玛，萨布多，巴嘎瓦，布达，巴嘎瓦达，阿里瓦，这是谁？对，哪一个声音？哇，哇，对，哎。他们以为是这个桑哈，他们念桑哈，不是哈哦，他是桑嘎 G H， 刚才我们有念 G H， 是不是？桑嘎不是哈，不是桑哈，桑嘎 ，OK， 那么这个 G H 我们在哪里找到？在一个那个喉音那边，你是 G H 吗？对 ，G H， 嘎嘎，好，嘎好，这个我们如果看一下，不错啊，这个喉音。好出来的，好哈哈 ，G G， 这个喉，你的喉咙那边会比较大的。OK， 好，跟我们上次以前呢，就我们有看到很多咪是什么，我阿汤是我，咪也是我哦。OK， 对，这些咪也是一样。The cha mi 是我去啊，还有这个阿比瓦的咪也是我。Namasami 也是已经的意思，还有 Namami 也是已经的意思。所以现在记得吗？ Me 是什么意思呢？我。我、哦、OK。对对哈。对，我们刚才就是我们念完了，对，我们上次也是有念到这个，这个还有一个 Wandami 啊、哦，记得哈，可以哈。这样 ，OK。今天我们学新的东西。这边呢，现在我们学这三个呢，是我们来看，好像我们讲一下才有那个在下面，还有个下面在下面，你看到这个面的头，面是什么？第一人称，哦，骂。对，我们从才开始先先了。这个我们讲第三人称第二第四复数哈 ，OK， 比如 gacha 第是什么？比如我们讲 gacha 加一个第 ，gacha 加一个第是一个人去，我们讲他去，可是 gacchami 是什么呢？我去，我去。对，你们看到 gacchā 还是 gacchā 就是去的意思。地呢？这个地是什么？第三。啊，地。
四三一中讲这个叫什么？四三四三叉哦。对 ，N D 那是什么 ？N D 是副词，副词是他们，他们哦，这个的第三人称他们的 D N D。对，第二人称是什么？你、嗯。你。这就是。你们。你们。OK。你们。这个呢是什么？我们。我们。啊、哦，可以吗？跟英文华语一样哈，对，巴黎文是什么 ？D N D C D A M A OK， 一起念。D N D C D A M A D N D C D A M A E N T C 大咪吗？D 是什么呢？他。啊。N D 是什么呢？他们。C 是什么呢？你。他是什么呢？你们。你们。咪什么呢？我。OK。妈是什么呢？我们。OK， 大家弟是什么呢？去，他去。他去 ，OK。这样，大家大是什么呢？他们去。你们去 ，OK。大家妈是什么呢？我们去 ，OK。这样，大家弟是什么呢？你去。你去哦 ，OK。这个容易记得吗？你是背 E N G C 加咪妈就行了。D N D 是单音吗？对哈，那我们看下面的哈，这个是全部哈。Gacha D D 这边看到吗 ？D N D 他们去，你去。Da 可是这个咪呢，我们现在有点不当，当然那个 Gacha 咪记得吗？像面部当当那个 Gacha 咪一定要发音的哈。对，这个是 gacha ma， 它这边就要什么长音哦，长音，对，不一样，对，这个也是一样 ，d n d c da mi ma， 前面加什么 gacha， 这个脏吗？这个脏吗？对，对哦 ，OK， 所以，我们讲的呢 ，gacha d gacha d。这个念 嘎恰大，嘎恰咪，你要唱啊，嘎恰嘛，来一起念，嘎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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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恰咪，嘎恰咪，嘎恰嘛，嘛 ，OK， 这里念，这个讲呢？就是感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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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我去，他那是皈依我，这样你们就可以造句了哈。
这样如果我要把它变成复数，这边是复数，就是多人哈、哦。所以要讲改呢，如果我们改成我们去Gacchama Gacchama，我们改成是我们去归佛，所以要讲啥呢？Buddham Saranam Gacchama。对，不当的个家嘛。好，真的当。对哦。好。OK， 这样如果我说你去归佛，讲道句呢？你去归佛。不当萨那。不当萨那能个家西。啊，对。当当。说你们去归佛。Buddham saranam gacchata。 OK， 他去归佛。 Buddham saranam gacchati。 OK， 他们去归佛。 Buddham saranam gacchati。 好，叫我们换一个哦。他们去皈依佛法。他们去皈依佛法，他们。当当萨拉当，萨拉当。这样的，他们去皈依佛法，就是你要改成不当，要改成什么？当当萨拉当，改成萨拉当。容易，我们这样用这个方式，我们就学了很多东西。所以要不当，我们就改成什么？当当。对，当当什么？当当萨拉当。练此刻，你们自己念好不好？一起念。嘎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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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嘉。OK， 一个代表，我看有谁的声音比较发的。OK， Brother Tan 啊 ，GL Tan， OK， 你念大声一点好吧，你代表。Buddham saranam gacchanti。啊，不是，我只是念自己 gacchati gacchanti。gacchati gacchanti。啊。gacchasi gacchata。嗯。gacchami gacchami gacchama。啊 ，gacchami 你要拉长 ，gacchami gacchama。OK， Brother Chin 还有文化，你们念好不好 ？OK， 啊 ，Chanti， 啊 ，Chanti， 啊 ，Chanti， 啊 ，Chanta， 啊 ，Chami， 啊 ，Chama。这个 GGS 你要念 ga， 声音要 ga， 啊 ，ga Chanti ga ga， 好像 GAK 想念 ga， 好，再念一次好不好？好。嘎嚓地，不是嘎嚓地，没有 n 声，这边有 n 声。嘎嚓地，嘎嚓地，嘎嚓地，啊，嘎嚓地，嘎嚓地，嘎嚓西，嘎嚓达，嘎嚓咪，嘎嚓嘛。OK， 嘎嚓地，嘎嚓嚓，这边是嘎嚓，嘎嚓地，嚓，嘎嚓，嘎嚓地。这边才是嘎嚓，你去的这边是嚓哦。哦 ，OK。这边是嚓哦 ，OK， 这边是有一个嚓哦。对，这个是嘎嚓地，嘎嚓，嘎嚓 ，N 有这个 N 哦，嘎嚓地。好。嘎嚓地，嘎嚓大，嘎嚓密，嘎嚓嘛。OK， 其他人还有没有？YX 亲也在吗？一样。OK， 来你念好不好 ？OK。嘎嚓地，嘎嚓地，嘎嚓西，
กชาทะกชานมิกชานมะโอเค这样你们可以哦所以如果不要看这个荧幕哦不要看这个荧幕你们这样念可以吗不要看荧幕直接念来กชาติ不要看荧幕我关荧幕了是不是啊你们直接念Kacati, kacati, kacanti, kacasi, kacata, kacami, kaca, kacami, kacama, kacama. Okay, 再念一下. Kacanti, kacanti, kacati, kacati, kacanti, kacasi.卡加达，卡加米，卡加马。OK，Sa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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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出去载一下我女儿，她在外面上课。不好意思啊，出去。好，谢谢。来，一起念哦。卡加蒂，卡加蒂，一起念。卡加蒂。卡恰蒂，卡恰蒂，卡恰米，卡恰玛，卡恰蒂，卡恰蒂，卡恰蒂，卡恰米，卡恰玛，卡恰蒂，卡恰蒂，卡恰蒂，你吗？嘎恰蒂，嘎恰蒂，嘎恰蒂，嘎恰达，嘎恰米，嘎恰玛，你吗？对。OK。OK。这样 OK， 这样我们看另外一张。OK。巴萨米是什么？巴萨米是什么？I see the Buddha. So me 是什么？我 ，OK。我。我。Sa, I see. 见到。我见佛，我见到佛。OK， 所以在这里啊，一样 ，me 是什么？我。me 是我哦，所以我们要写呢，它变成什么？加一个英文是什么？如果英文呢，刚才那个 D N D C 三 me 吗？是什么？把它。加地变成什么？巴沙地，对吧？对，巴沙地，巴沙地，巴沙，巴沙地，巴沙地，巴沙马，听见吗？巴沙，巴沙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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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沙，巴沙地。巴沙达，巴沙米，巴沙玛，听得到？第几列？巴沙蒂，巴沙蒂，巴山蒂，巴山蒂，巴沙蒂，巴沙蒂，巴沙达，巴沙达，巴沙米，巴沙米，巴沙玛，巴沙玛。这边还是一样 ，D N D D D M M， 看到吗？还是一样哦。它的尾啊，这个那个动词的尾端，这些动词 D N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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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OK， 对吗 ？OK， 这样发三 D 是什么？见，谁见？我见。啊，不是我，不是我。巴山他们，他们看见到我。他们，他们，门，他们。D N D C 三零嘛 ？D 是什么？他。他。N D 是什么？他们。他们。D 是什么？我。不是，不是，不是。你。你。你他是什么？你们，你们是什么？我，我，我们，我们，
你不要忘记了，刚刚学到的，是什么 ？DNDC 大咪嘛，好。今天呢，如果你们把这个背好，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个是基础，巴黎游这个是基础，以后你们学十年、二十年，你自己来。DNDC 大咪嘛。密码啊 ，DNDC 大密码三点 ，DNDC 大密码是大密码 ，DNDC 大密码是大密码 ，DND 是大密码啊 ，DNDC 大密码密码 ，DND 是大密码 ，OK，DNDC 大密码，嗯 ，DND 是大密码 ，D 是什么？他 ，ND 是什么？他们，嗯 ，T 是什么？你，你，你们。我们啊 ，OK， 那我再考你们呢 ，OK， 阿莎莎是什么？他见到佛，他见到他们，你先到，你们见到是什么？你们见到佛，你们见到 ，OK， 你们见到佛 ，OK， 那我们要讲解呢？Buddham Vasasa OK Buddham OK 这边呢 Buddham 是佛 Buddha Buddha 是什么 Buddha 是佛加Buddha 加这 M 这个 M 在这里是它的是我们讲受格在这里是好像是讲目标了目标所以把沙弥是我见到对不当把沙弥我见到好看到我见到佛不当把沙弥不当把像如果我写不当为什么呢你们见到佛啊 ，OK， 你们见到他们见到佛，对他们见到佛，我们见到佛，我们见到佛，对我们见到佛，我见到佛，见到佛你见到佛，他们他你见到佛。你跟你们对好，所以回去你们今天的功课是把这些背。DND 是大密码。DND 是大密码啊，把这个容易念吗 ？DND 是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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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D 是大密码。可是背完了 DND 是大密码，你要知道 D 是什么 ，ND 是什么 ，C 是什么，哪根的嘛？好，好，好，像我们这样很简单，我再考你们。第三、第二、第三的密码。他，他见到佛。不是他。啊。他们。他见到谁？他们。他们。他们。见到。他们见到。佛。啊。僧团。他们见到僧团 ，OK。对哦 ，NDI 怎样读呢？小啊，嗯 ，NDI，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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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八三 ，ND， 那加写的，我见到法，我见到佛，我见到法，对我见到法，见到法。
Buddha P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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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人生第二还是第三第三第三哦代表是他对吗在这里他是谁呢这个 O 是什么 O 那这个你们讲你们还记得吗五家下一句的 O O 是什么主格主题所以佛佛是什么佛主题对佛是主佛这个 O 呢代表上主题、啊、主题对佛把它去佛做什么呢把它去见啊佛见佛或见或佛看或佛见见到佛看到一些东西看到吗不都把它去佛是主题说佛陀见到那个假翻译就是佛陀见到佛陀看到见到佛陀、啊、看到什么你可以放一个目标看到佛了没有这个是不多不多是主题佛我们放、okay、佛见到什么法对佛见到法Buddho Dhammang Passati Buddho Dhammang Passati 佛见到看到在这里 Dhammang 是什么法这个 M 点啊代表是什么这上面讲的 M 点是什么目标目标对佛是主题主题他见到目标是什么嗯佛法、啊、佛法所以等下你说佛陀见到或看到佛法不多达曼瓦萨蒂这边这边一定要是地为什么呢因为是讲第三人称嘛第三人称地哦看到吗、啊、这个是一个方式明白吗不多达曼瓦萨蒂佛陀见到佛法如果呢我们讲很多佛呢我就放那个长音 Buddha Dhammam 对很多佛呢我们不能改地我们要改成什么 ND ND、啊、他们 ND 是什么他们他们在这里他们是谁佛陀、啊、佛陀们佛陀们 Buddha Dhammam Passati Passati 看到 Passati 看得上吗谁看不上看不上的人我看你们那边会举手可以吗对哦我 Dhammam Passati 对一个佛呢是不多许多佛呢是 Buddha、哦、一个佛呢我们要放定因为定是什么代表是定是什么定代表是他可是如果呢 ND 代表是什么呢 ND 代表是什么他们对好、哦可是还是一样吗还是回去我们的 DND 是大米吗是吗 DND DND 大米吗 DND 是大米吗 DND 是大米吗是不是 DND 是大米吗是不是 OK 你们一些时间给你们消化 OK 有谁还跟不上的好 ，OK， 总结来说就是讲，来，我们再做另外一个，三甘八三地，三甘是什么？僧团。僧团。OK， 在这里 M 点是什么？目标。哦，目标。八三是什么？僧，僧，一个僧团。
这个是 M 点是 目标然后把三 D 是什么意思呢？把三 D 是什么？看这个 ND 是谁？他们。对，他们。这总共要讲翻译。他们看到真团。嗯 ，OK， 可以吗？这是 ND， 好 ，ND。这是什么？哦，所以这个 Buddham Basami 是什么？我。对，我见到我，这个容易对吗？对。Buddham Basami， 我见到我。但这个 ND 呢是什么？他们。他们见到谁？僧团。僧团。Okay， 这两个容易明白，我们就做比较多一个。不都是主题哦，不都大曼佛陀见到佛法，所以佛陀是第三人，所以你一定要放第，你不能放 ND， 所以你要放第。可是如果很多佛呢，你就要放啊，说不达大曼法三第哦，佛陀门。这个 ND 代表是什么？第三人称复数。佛陀门，在这里他们就代表是佛陀门。佛陀门看到佛法。佛法。嗯 ，OK， 可以吗？这地方吗 ？OK， 佛陀门。嗯。我突然有个。在哪？对。OK， 这样回去你们等一下送给你们会看的哦。这个我们再做一个另外一个。Buddham 是佛， Basa 是看， Ni 是什么？我。我。我。那我们看， Sobana 是漂亮还是美？美哦。你们讲。Sobana Buddham Basami。美。在这里它是形容词了，佛。巴沙咪是说我看，我看到漂亮的咪是什么佛？如果我们说佛头漂亮，用比较好听的讲是，我看到庄严还是庄严的？庄严的佛。在这里呢，形容词你看，形容词呢你要放在形容词前面。形容词你要放在前面。什么？苏班。如果你把这个呢放在后面呢，就是可以讲不太正确。你这样放也不太正确，因为我看到我的目标，我的目标一定要跟这个动词。放在他隔壁，所以这两个要在一起，看到吗？啊，看到佛，看到佛，佛一定要在这看到的旁边，看到的旁边，啊，在旁边。所以你把这个形容词放在这样，就是佛的，明白吗？形容词要在前面，就是讲美的啊，形容词，所以可以讲美的。美的佛，我看到，看得到吗？可以啊 ，Sobanam Buddham Basami， 看到了，可以哦，明白了。Sobanam Buddham Basami， 明白。对。这样，如果我们把它改成复数，变成，如果我们说我们 ，OK， 我改成嘛。你现在要讲改呢，我的那个妈是什么呢？我们。哦，对，是我们。哦，对，变成我们。看到庄严的佛陀。嗯，我们。好、哦，这样可以哈、哦。这样如果改另外一句。
三弟。三弟是谁？他们。啊，对，他们，他们看到庄严的庄佛陀。佛陀 ，OK， 对哦，三根。如果改成弟呢？他看到庄严。他 ，OK， 他一个人呢、啊，他。对，我们还是回去的。刚才说什么？是 D N D。他他妈妈这第二个忘记了，这个是最基本的、哦、不管你学法理文啊，学十年二十年，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一定要学这个 D N D 西达咪吗？ D N D 西达咪吗？ D N D 西达咪吗？嗯 ，D N D 西达咪吗？ D N D 西达咪吗？所以你把这第二个记上密码，你把这个背完了，第二个呢，你就要把这个背完哦。我已经送资料给你们了哈。个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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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个恰萨，个恰密，个恰嘛，个恰地，个恰地，个恰地，个恰萨，个恰密，个恰嘛。好，可以吗？个恰地，个恰萨。Gachani, Gachani, Gachati, Gachani, Gachama. Gachani, Gachani, Gachasi, Gachanda, Gachita, Gachani.巴沙地，巴沙，巴沙地，巴沙达，巴沙尼，巴沙嘛。哦，所以你们回去呢，如果你们了解，你们自己做功课哦，把这个巴沙地改成巴沙地，把它做这个表格。好、哦，你们自己用手写比较好，明白吗？好，谢谢。对啊，对啊，这个巴沙地，我们再看一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刚才这个是不当，这个当呢，代表是每次跟你讲这个是什么目标哈。目标。对。可是如果呢，一个主题呢，它是用 or， 现在我们用 or， 这个不会说是。一个人啊，不管人，在这里他是一个主题人 ，or 是什么？他是从这个狐狸上，狐狸上男人，狐狸上，狐狸上，加 or 这个人加一个。就变成 Buddha， 把这个 A 拿走，所以你就有 Buddha， Buddha Gacchati， Buddha Gacchati。啊，所以你看，如果这边 O 呢，这个是一个人 Gacchati 去啊，地，他已经是地了，因为他是第三人称嘛，就是说是地。所以如果这边是 O 呢，这个 Sovano。它才是 M 点，因为这是不是 M 点呢、啊？看到吗？它要跟着它形容词，所以在这边呢，这个是 O， 这边是 O， 不会说，所以这个 Subano 是 O 的，所以在这里是一个 Subano 是，在这里意思呢不是漂亮，是亲近，嗯，亲近，亲近的人。亲近的人去哦，去亲近的人去，或者是一个亲近人、亲近人的去。就在这边，你们看到，如果这边是 M 点，对，它的形容词是要根据那个，要根据那个目标。可是如果这边是属于说是 O。对，这边一个是 O， 明白吗？看到他们的这边跟这边的分别。对，如果上面是Sovanam是
对，这个可以讲我们自己的敏感的佛法。啊，三谛是什么？他看到，看到，他们看到清楚的佛法。所以在这里呢，因为佛法是目标，所以是 end。可是如果它是主题呢，他们是用 all， 所以这 all 是主题。如果 all 呢，它的形容词也是用 all， 就跟着上。OK， 对哦。所以今天想学到这个已经可以了，因为如果加起来，我们还有加其他东西，三课跟不上。还有这个就是第三课，可以加一个说沙当给我，慢慢的你们是带过哦，你是改次你要学这个，说是他，沙是他女的，当是他中性的，这是他们一样哦，第三人称。三数字说沙当地，说沙说沙当地，对，说沙当地，对，说，你们在哪里看到这个说？你看到吗？一滴滴说，一滴说，一滴说巴嘎瓦，他是他，一滴滴说巴嘎瓦，看到看到，沙是你的。就是阳性的，所以阴性的和女的哈，当是中等的，所以我们在英文我们是这 M 是 masculine 嘛，是阳的，女的用 S feminine 哦，中等的是 N C 哦，女的 ，D 是他们啊，他们哈，所以第二人称呢，三数是 from 女的 ，don't care，don't care。你们 ，OK， 阿哈姆，你们学到第一人称是三十四，我，哦，马哈 ，OK， 这个是马央，阿央 ，OK， 是复数，复数，第一人称复数 ，OK， 马央，说沙当地，说沙当地，庄东嘿，庄东嘿。Aham mayam amhe. Aham mayam amhe. Amhe. 它是两个字 am 加这个 he. Amhe. He. 这个 duam 啊，有时候他们如果你们难念，你们可以念 duam。另外一个他们念法是 duam， 这样 duam， duam 还是 duam？ Du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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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am。OK， 来考你们，沙是什么？你。沙。他是谁？女的，好。女的，那 OK。当是谁？中性的。中性，他 OK。爹是谁？他们。爹是他们。双是谁？你。双是你。OK。中黑是谁？你们。你们。阿汉是谁？我。马央是谁？我们。我们。OK。这样如果不要看呢，我遮一下哈。OK。说沙当地，说沙当地，端端多米嘿，多米嘿，多米嘿，还有另外一个叫阿汤，玛央，玛央 ，OK， 阿嘿，阿嘿 ，OK， 阿嘿有时候没有什么用。好，说沙当地，说沙当。对，双都黑，双都黑，阿哈玛雅，阿哈玛雅，阿黑，阿黑 ，OK， 来找一个人，K S O， 来你念 ，Yes， OK， 念念说，说啥？说啥？当地，当地，阿哈。Bang aham mayam aham he. Am he. Am he. Okay. Right. Okay. Mayam is what? Mayam.
马央是我们。这样 OK， 这样好、哦、跟我们刚才的，如果你们可以记得还是很多。来，大家我们有个加地对吗？我们再加放一个说，说是什么？他男的哦，加加地哦，说加加地，女的啥？沙加地也是地呀、啊，还是地对吗？因为是第三人称。加真地 ，OK。沙爹个阵地，他们去，他们去爹个阵地。OK， 那一起。多个阵地，沙个阵地，多个阵地，沙个阵地，爹个阵地，个阵地，沙个阵地，爹个阵地。OK， 来，多个阵地，沙个阵地，爹个阵地。沙嘎恰地，地嘎恰地，沙嘎恰，嘎恰地，地嘎恰地。OK， 第二人称是什么？双嘎恰地，中黑嘎恰达，双嘎恰西，双嘎恰西，中黑嘎恰达。阿亨嘎恰米，玛央嘎恰玛，阿央嘎恰玛。阿姆嘎恰米，玛央嘎恰玛。最好的哦，是你们回去啊，你们用一张纸把这个东西写下来哦，巴黎文写下来。所以最好呢，好你们是不要就用眼睛看，写的时候顺便念。如果你们可以念的是，把这样你的就可以记得这些巴黎字，这些已经是非常基本的。说个啥地？沙个沙地，山个山地，哎，个山地，庄个沙地，中黑个沙地，山个沙米，山个沙马。OK， 上课吗？今天上这两课已经够了哈，我们看其他的哈。这样，比库是谁？比库？比库？尊者？尊者？比丘 ？OK。比丘，我将放个禅地，我将放对吗？比库个禅地对，对对对，对吗？这个比库是一个还是两个人？个禅地错，个应该是个禅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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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OK， 为什么呢？因为比库是第三人称的单数，一个哈，对他去。如果放个餐地是他们去，他们去，他们去。咕咕噜是咕咕噜是狗去，狗去哈，就是因为狗呢是什么 ？M 是什么 ？Masculine 是阳性，阳性。咕咕是比丘，像比丘尼是比库尼。比库尼，哦，比库尼呢也是个禅地，对吗？就是如果你要放，你可以放说说说比库，还是萨萨萨萨呢？就是讲你的，对，你可以这样放萨比库说比库，我们讲那位就是他，肯定是一位尊者，是那位尊者。因为真的他去像沙比库尼是谁？因为比丘尼，比丘尼去，比丘尼去，像他要去哪里呢？他去哪里？这边有一个字典，放个配，这个他也是可以。库库米，我们可以讲还是去市场，库鲁还是维哈拉，维哈拉是四月。库库鲁，维哈拉。四月，他也是阳性的。对哦，沙比库尼比库，要加什么 ？N 点呢？为什么呢？因为是标，这是标准。嗯。不都是这样子吗？米哈拉，米哈拉，原子塔，佛塔，佛塔是什么？巴黎文。上次我们也念什么？切
佛塔叫什么？阿拉什么？克蒂扬。克蒂扬，记得吗？克蒂扬，对。两个是 N 豆代表是什么？一个鼻音代表是什么？鼻音代表是什么？目标，目标，目标，去的目标是哪里？佛塔，尼哈拉，佛塔。寺院是尼哈拉是寺院，克蒂扬是什么？佛塔。佛塔。你看看，是一是一，所以就可以讲，就是说，比如是因为，说比如是肯定是因为是这样，这肯定是因为比如的，因为莫讲为什么，这个是看耶，帮我关掉我的东西。这个佛法，那它去是什么？去，他去。去是什么？他哦。他去。对，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就不用翻译，直接说，因为比丘去哪里？寺院。还是因为比丘去克蒂扬佛塔？佛塔。寺院。克蒂扬。维哈拉姆。寺院。像沙比库尼是什么？因为尼比丘，比丘尼，比丘尼，你还让是什么？试验，试验，试验。大家地去哦，地也是一样。对，这样可以吗？简单的道具吗？跟得上吗？像如果我们刚才有讲的是个说沙，还有另外是什么？说是男的，沙是什么？女的。沙是女的。当是什么？当是中性的。中性的。什么是中性呢？中性东西是比如哈朗水果、哦、水果它掉下去，所以在这里是果。巴浪，巴浪，掉，巴地，掉呢？巴地，掉，掉，掉下，提手，对吗？这个是，过了，对吗？掉下，对。OK， 巴浪，哦，所以如果你要加当，你要这个当巴浪，巴达地，哦。当巴达地，巴达地，所以因为一粒水果掉下来，因为水果掉下，在这里地是现代词，掉下，因为水果一粒水果掉下，这全部会录音的哈，等下你们自己做，我是给你们基本的那个资料，等下你们自己那些加的你们自己再抄下，肯定会录音的。先生哦，所以这个当是怎样念的？当巴浪还是说沙？刚才念什么？说沙当对对对，当对说沙当对啊，说沙当对，说沙当对，暗黑阿阴阿阴暗黑。So sa tam te tuam tung he aham mayam amhe. So sa tam te tuam tung he aham mayam amhe. OK, 好，来，这样我们再，对哦，真的到了，再回去你们自己写一下。对，我们再先把它记，哦，对，我们再念。So ba cha ti, sa ba cha ti.Te pachanti. Di sini. So pachati. Sa pachati. Sa pachati. Te pachati. So pachati. Sa pachati. Te pachanti. So pachati. Sa pachati. Te pachanti. Tuan pachati. Tumhe pachata.Tuan Pachati,
Aham pachami mayam pachama. Aham pachami mayam pachama. Okay. So, this is what you do. What did you do today? So, today you do what? Do fun. So, we do fun. We do fun. Mayam mayam pachama. So, fun is what? If you are on the internet, you can find this word. This word is not used. Fun is what? Fun is called O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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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ama 是什么？ Pasama 是什么？ Pasama 是煮。我煮饭。我们妈是什么？我们。像你去找一个目标，目标要放在哪里？有这个主题是什么？我。Odana。Odana。像 Odana 要讲哪呢？ Odana 要讲。我的那要加什么在这里要加 M 加那个鼻音哦 M 点为什么呢因为要什么目标 M 点代表是什么目标是这个位他讲我的那不加吗 M 点代表是什么不加不加吗OK 吗？这样我们简单的造句。哦，所以你们每天煮饭就是说 ，Mayam odanam pachama。对啊。Mayam odanam pachama。OK， 这样改成我。我煮，怎样改呢 ？Mayam 改成我。阿哈。Odanam pachami。Odanam pachami。对哦，阿含，欧达南，巴查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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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我们改成，如果改成这个，改成像水煮呢，我可以放阿含吗？在这里？不可以。OK， 要讲改呢？他们是讲说说他当地对对对对是谁他们对是谁他们他们我的那是什么饭把恰是什么煮他们煮 ND 是什么他们他们是什么他们对 OK对，这样造句哦，你们回去自己写一下，自己写一下，这样改哦。对了哦，今天我看你是去过了，在这里有一些需要问，一些东西啊，如果你们自己有兴趣，你们把它变成 D N D C 三密码，自己写一下哦，写一个格子哦 ，D N D C 三，然后罗扎蒂可以改成什么？格拉在哭哦，罗扎蒂，罗扎蒂，罗扎蒂，罗扎达，罗扎密，罗扎马。可以这样子，喝水的时候就是说 ，diwati， 可以这个 ，diwati，diwanti，diwati，diwanda，diwani，diwanda， 哦，加下去是去，加这个 r 是什么？来，哦，所以 ，agachati，agachanti，agachanti，agachanda，agachani，agachana，agama。OK， 这样，他杀气是什么？咬。叫。哦，他杀气。他从鼻叫。他杀气。他杀气。他杀大。他杀密。他杀密。打嘛。所以你们回去呢，自己写这样的表格哦，用上面的那个动词
用字的字写，如果你们勤劳写了，你们写用字写，你们拍照我就会帮忙你们改一下，这样发纸更改咯。多沙当加这个，可以吗？多沙当的，多沙。对对对对，啊，这个自己这样写这个表格，你们是勤劳去写。如果你们拍照呢，给我看，我会帮忙你们改的。如果有错，写批来啦。这个有在里面吗？没有，在书里面。有啊，你这边记得这些动词你们自己写的，有一些我没有写，你们自己要写下来哦。这些动词你们写的哦。嗯，好。如果你们勤劳点，你们自己造句，好像刚才这样，我已经给你们看一些造句，对不对？如果你们自己造句，你们试试看，如果错一点，我会跟你们讲的哦。你们可以拍照一下哦，很好。今天是蛮多新的东西我们学的哈。哇，功夫。OK， 这样好，谢谢你们，好感恩你们。对，我们下个礼拜天，今天的你们功课是什么？背什么？要背什么 ？D D N D D C D M M D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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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什么 ？D N D C C。咪嘛 ，OK， 还要背什么？哆嗦啦哆哆哆嗦哆，王东黑东黑阿妈妈呀，阿妹阿妹，还有背什么？嘎嚓地来，嗦嘎嚓地，嘎嘎嚓地，黑嘎嚓地，东黑。庄格沙西，庄格沙西，中黑格沙达，阿哈格沙尼，麦达巴扎玛。啊，如果你们勤劳一点，你们自己有表格还是自己造句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还是你们如果造句一下，你们可以可以好像 share 你们的 screen， 把你们所写的东西给其他的同学看，也是可以的哈。可以哈。这样 ，OK， 这个是华语组啊，英文组呢是五月，因为有一些他们五月要庆祝那个卫生节，所以我们也是五月。这华语组我先开，因为华语组比较简单，不是很多的。华语组呢也没有教太多深奥的那些语法，因为语法用华语也这样简单的教。如果你们真的很有兴趣要学一点，请鼓励你们参加英文的哦，英文的巴黎国学班。因为是更深奥的啦 ，OK 哈，那我们就功德无量啦，愿大家，我们把这些功德跟一切的往生者跟他分享，跟一切的众生分享，愿每个人都快快乐乐，愿大家也是快快乐乐。OK， 那我们下次礼拜再见哈 ，OK， 拜拜。啊，都是啊，OK， 那你们勤劳一点，就把你们功课给我看啦，好。拜拜拜拜拜拜。我会录音的，把全部的录音写下，会跟你们讲的，放在YouTube上面哦。拜拜。